我们看第一题啊，这是呢 x 的几率函数啦，就是它的 x 的几率分布是这样子。好，则 a， 他说 x 是负数的 ，x 为负数的几率是多少？那 x 为负数的几率哈，就是。这个是负数，所以是 p 负三，啊加 p 负一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是 0.1 加 0.2， 所以是 0.3，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这样看 b， 他说 s 为偶 ，s 为偶数。那偶数有零，哦零啊，二，二跟八，哦零，二跟八，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 ？P 零是0.15嘛 ，P 二是0.1，加0.0，哦这两个加起来是0.2，0.2加0.1是多少？0.3。所以应该是 0.3， 所以这选项也是对的。这样看呢，这个 C， 他说 P 为偶的话 ，S 为偶，他说是等于 PX 等于2加 PS 等于8，少一个，还少一个 P 2，所以这是错的。上看 D，D 是说这个随机变数哈、哦，介于呢一哎八跟一之间，八跟一之间哈、哦，它的几率是0.5。那我们来看哈、哦，一跟八之间有多少呢？有1、2、3、5、8，哦一、二。3、5、8，那这样加起来多少？这是0.2加0.1加0.15加0.0加0.0，这样是这个是0.1啊，那加0.0.2，所以是0.4。0.4 加 0.15， 所以应该是 0.5， 0.5，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那他说1以上皆为，那当然是错的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、B、D。